擦血，耶。好啊，哦。不求認真嚇，但求過癮。啊，咁所以就唔會有乜教程啊。前邊嗰度張相大家睇見啦，其實真係冇難度，一個藍牙喇叭即刻拆開去，線都唔使接，成件拍入去。咁呢個外殼用邊嘢咧？你隨你自己中意啊。所以點解通常唔會拍教程就係咁解，冇意義噶，因為你自己中意邊卡啊嘛。啊，我就求其因為。半夜去廁所翻嚟，啊，見到個電話，呢個電話喺台，咁啊，見個有個喇叭，咪順手再冚埋，啊，你自己中意咯呢啲，啊，咁冇噶，個面你想點裝飾啊，成啊呢啲 ，so what， 係咪？最緊要就實自己高興，唉，咁我話話知噶啦，咁就可以一個萬能型嘅變身電話，衰咩？哦，以後變身一定要腰帶㗎，又咩變身你都唔使買添。